想要看什么类型的舞蹈，直接把歌名扣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罐儿刚才点了一个精武门，我有个云子，我精云是公会的名字，我叫小五娘啊。哎，反正都是缘分。小野猫跳不了，大哥，小野猫是不让跳的啊，你换一个。手机屋头上黄色小心心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下。椅子我热了吧？对啊，超热的。什么原因不性感呢？因为我刚才选的这个舞比较快节奏。我
我第三个跳椅子舞吧，因为跳椅子舞的话要脱鞋。有红颜旧这首歌吗？有啊。这样吧，我先跳一个红颜旧，然后第三个咱们是凳子舞，好吧？对，咱们先把红颜旧跳了，然后那什么，然后咱们最后一个跳凳子舞。也是什么我都会，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想要每天都让你们看到我都像不一样的我一样。等会找一下歌。欢迎大家走进九九二，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我是本档将主播小五娘，喜欢五娘的，手机木头上黄色小心心，电脑用右下角直播通知搞一下啊。对，我要找一下歌。
豆心儿，请右键关注他，谢谢。对，不要忘了给五年点关注。明天同一时间，五年还会在九九二陪伴着大家。希望你们能够带着想看的舞，然后直接来找我，好吗？明天见喽，拜拜。哦，超热的。不要忘了点关注。Shoulda do do da. Shoulda do do da.